那我是刚刚来这的呢，2012年了，3月31号，北方刚刚呢2:40，什么是2564？3006的皮蛋照单要，红色带新人机单要。25644508车，进入北回香港花莲的要3000型，12两边组，3006的皮蛋豆藤红色带新人机加车，在瑞邦站通过20641927557彼此回送7组和1303单电和单机子哦，大家单机子哦，啊，刚刚自来电麻烦。等一下哦，来看一下256，刚刚256嘛，256之前通过，等一下他们就要香港人垂降，那等一下12点来看吧，正好先回家。256是4508浙江北回香港花莲的3006皮蛋豆腐藤药，新成绩，然后用3000洗嘛，然后。沿途停靠树林、板桥、台北、松山、南港、头城、礁溪、宜兰、罗东，以及终点站花莲站26次刚刚已经通过了嘛，然后是半直达，主站点半直达。我刚刚，然后等一下，757是货列，22:42在活动了，对吧？7557B 也很可怜的，被抓下来待毙，只能无奈真的。好了，22:42呢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